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您好，现在您看到的是奥运频道为您转播的2008年世界羽联超级系列赛韩国公开赛的半决赛。大家看到，马上将要开始的这场比赛是男子单打的半决赛，由中国队的林丹迎战丹麦的皮特盖德。双方运动员是刚刚入场。那么在前面呢，我们是转播了 U17 的乒乓球青少年比赛。应该说，观众们运气非常好。在那场比赛结束之后，现在我们看到韩国的半决赛，林丹和盖德刚刚进场，正在练球。韩国公开赛呢是2008年世界羽联超级系列赛，今年的第二站超级系列赛，上一站是在马来西亚。大家可能已经知道，在上一站比赛当中，林丹由于今年在珠海进行冬训的时候，他由于换了新的运动鞋，这样不是特别合脚，结果在脚上磨起了泡，这样就没有参加上一站的比赛。结果在那一次比赛当中，马来西亚的东道主选手李宗伟是决赛战胜了李炫一，获得了冠军。这一次比赛呢，林丹今年第一次参赛，他在第一轮胜了泰国选手，也是泰国的好手文萨，第二轮胜了代表中国香港队的陈仁杰，2-0。接下来呢，在八进四的比赛又淘汰了去年世锦赛决赛里面获得亚军的这名选手是印度尼西亚的索尼，2-1。因为林丹前面赢的三个对手的实力都还是非常强的，虽然可能他们的名气和一流顶尖选手相比稍微弱一些，稍微差一点，但是实力并不弱。皮特盖德呢，他这次比赛是第一轮2-0胜了中国队的陈玉，第二轮2-1胜了中国香港队的吴蔚，八进四2-1胜了中国队的鲍春兰。那鲍春兰的比赛输得也非常可惜，四次握有赛点，但是都没有能够拿下来。我们看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第一局首先是林丹发球，林丹在屏幕的上方。双方一上来速度打得比较快，盖德是控制林丹的底线，结果挑球出界。盖德的上一周的比赛呢也没有参加，也是因为一些伤病的影响，没有到马来西亚去参加这个卫冕战。今年也是他的第一次参赛。这球快推底线，球是在界内，扳成了1-1。从盖德能够在上一场比赛里边战胜鲍春来，而且四度顶住鲍春来的赛点追杀，也可以看出他的状态和心理都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阶段。开场盖德两次接发球都非常成功，很敢于去判断。那么林丹呢，现在是向主裁提出对方有提前移动的这个嫌疑。刚才一个接发球直接快推底线，这个球是推不中路，盖德都打得非常成功。林丹先拉开对手，再次在底线出界。从一开始来看呢，盖德是在场上显得更加积极，他想把速度提上来。但是林丹呢，现在是在场上争取先控制对方。勾对角，这个球呢出界，盖德是杀了一个中路，林丹挡网接杀也是挡到中路这个位置。盖德这个球勾对角显得有一些勉强，因为在中间这儿勾球的话比较难控制，不像在两边。盖德还是在底线出界比较多，有三个球都是出了底线。
像韩国公开赛这个比赛的场馆也比较大，判了发球为例。那刚才判林丹发球为例，现在是3-6。林丹挑对方头顶，球有是球也是出界，4-6。林丹要求换一个球，这也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运动员的一种场上的意识。刚才在6-2领先情况下，被盖德是连追了3分。那林丹呢，他在场上这种节奏感是非常强的，就控制比赛的能力比较突出。连续丢几分之后，他有很多的办法去把节奏缓一缓，让对手很难去连续的得分。林丹漂亮的正手劈杀，给了对方一个回球不够到底线的一个机会，夺回一分。这个球也很突然，盖德在正手掉对角。林丹预判，没有判断到对方会回一个这样的球，准备的还是在直线来防守。两个人的攻防都非常严密，对吧？还是林丹在后场。突击一拍，这个球的落点很靠近边线。盖德虽然接到了这个球，但是还是回出了边线。球反拍往前搓的质量非常高，再来。盖德的攻防也很全面，他的进攻也很有威胁。刚才这一段看他的防守也还是比较稳健，不过这个球拉平高球又出了底线。比赛一开始呢，两个人尤其是盖德对于控制对方底线的这个球力量上还是掌握的不是特别好，他已经有至少4个球在底线出界。小动作漂亮出击，林丹的防守非常好，林丹这个球防住了对方很好的一个得分机会。最后林丹盖德在往前推扑他的底线的时候又出界了。好球，漂亮！有意识的在平抽挡当中把球挡到对方的正手往前，抓对方推对角线的这一拍球。盖德这个推球显得不够谨慎，球推得太平。这样11-6，林丹是领先到了第一局的技术暂停。这次韩国公开赛呢，各个项目是打得比较激烈的。在男单、女单这两个项目上，还有包括男双，中国队都只有一名或者一对选手进入了4强。男单是林丹，另外的3名选手是盖德、李炫一和乔纳森。女单是胡兰，另外3名选手是中国台北的郑朝杰、中国香港的周密、韩国的全在娟。
那在男双比赛里面，傅海峰、蔡云在前面的一场比赛当中已经半决赛战胜了丹麦的博埃和摩根森，率先进入决赛。他们将等待丹麦老将、世锦赛的冠军帕斯克拉斯姆森和印度尼西亚的卢卢克阿尔文之间的胜者。我们接着来看林丹和盖德接下来的比赛。Service over. 7-11. 现在盖德呢在前半局还是处于落后，看看他在后面有些什么样的变化。Service over. 这球放网比较勉强，因为林丹并没有退。林丹放完网之后，但盖德在想回放网的时候压力比较大，而且他这个击球点我们看到还是偏低一点，想放出很高的质量比较困难。由于林丹在往前抢到了高点，推到盖德的后场，盖德呢没有充分的时间来救这个球，仓促中反拍过度是出界。现在感觉在盖德进攻的时候，他的杀伤力很难突破林丹的防线，所以这样给他的打法带来了很多很多困难，就是很多战术呢他尽管战术成功了，但是由于他没有最后的这一版杀伤力，也很难得分。所以盖德的比赛，这场比赛到目前显得非常难打。由于刚才我们讲了盖德，由于他在后场杀球的这一版呢，现在显得对林丹的威胁不够，这样他只能在往前的技术上要求自己打得更加细腻，这样才能够把场上扳回成均势。刚才也是一个停顿放网，非常漂亮。球出底线。现在盖德是换一把球拍。现在的运动员呢，他们的力量比以前的选手更大，而且现在的器材也更加先进，所以在比赛当中把拍弦打断的情况也很多了。一般的选手都要带上五六把甚至更多的球拍参加一场比赛，以备不时之需。盖德现在是加强在往前的争抢，即使要让林丹来挑后场或者推后场，而且给他很大的压力，让林丹不能很从容的去挑和推，使他挑后场的这些球呢质量有所下降。这球盖德又是判断失误，那场上有些球还是受到一些风向的影响。15-10，这球采用滑板假动作推向林丹的正手底线，但是这球还是推得太平了，没有过林丹的头顶。而林丹在半场起跳突击这一下的能力是非常强的。盖德现在往前的质量不错，但是林丹不跟他在往前做过多的纠缠，
就是前后场拉开盖德。这球盖德再次判断失误。刚才这一拍球出手之后呢，林丹已经叫了一声，感觉到这个力量大了。有很多这个中间的球，在第一局有两三次，在中间的球，盖德想打到两边，质量比较高。这种球呢是打的比较少，就是在中间勾两边，所以他在力量上掌握的不是特别好掌握。反拍勾对角，很漂亮。半场球，哎呀，盖德明显的信心不足，对自己的重杀显得没有什么信心。所以尽管这个球他通过反手往前勾对角已经赢得了主动，让林丹是出了个半场球，但是在最后下手进攻的那一拍的时候，自己一个犹豫失误。林丹还是拉开对手，那这个球是挑的不够深，半场球给对方。盖德杀球下网。由于在这个比赛在进入中局之后，林丹在场上拉开盖德非常成功，让使盖德每一个球他都是大范围跑动之后来击球，自己没有打出特别好的质量。那林丹是胜了第一局21-12，1-0领先。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回来继续收看双方接下来的比赛。李宁08场上见英雄，邀您共赏黄金赛场。4年前，我们压。好，观众朋友，我们又回到了韩国公开赛的比赛现场。大家现在看到的是男子单打的第二场半决赛，中国队的林丹迎战丹麦的盖德。第一局比赛，林丹是21-12取胜。整个第一局呢，还是感觉在场上林丹打战术打得比较成功，前后场控制了、调动开了这个盖德，盖德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而且在第一局呢，盖德有他这边场地可能稍微有一点顺风，这样一个是自己这边在底线出界了很多球，而且林丹过来的底线球呢，他有两个是判断失误，在每球得分的这个比赛里边，这样丢这么几分，影响就非常大了。哦，好球！这球盖德放网的意图，林丹已经判断出来了。但是在他准备扑的那一刹那呢，发现盖德的回球质量确实太高，没有办法扑，而且非常贴网。这个球盖德确实放得很好，最高点在盖德这边场地，然后
从最高点落下去，过了球网。2-2。双方换一个球，好球！可能盖德在这边交换场地之后呢，他比较坚决，更加大胆的来抢网，因为林丹处于顺风的话，他控制底线难度会更大一点。半场球，盖德杀球失误。断网要求质量太高，结果没有过。一个比较远网的球，林丹挡网没有过。那么这种球呢，林丹还是一个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我印象中，在2006年的亚运会决赛当中，陶菲克战胜林丹，就是很多球都是打他这个软肋，就给他远网的球挡网。刚才我们看到中国男单的两位教练是主教练钟波。另外，他的助手是悉尼奥运会的男子单打冠军齐新鹏。在2007年的下半年呢，中国的世锦赛之后，中国队，教练组进行了一些微调，像齐新鹏、夏轩泽他们这些，还有张军这些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冠军，都到了一队来执教，希望他们的经验，夺得世界大赛冠军的这种经验能够传达给年轻的队员，给他们有所帮助。在另外一块场地呢，是女子双打，也是挺关键的一场比赛。在这次呢，还是女双中国队的形势最好，三队选手都进入了半决赛，只有韩国的李静媛、李孝珍是占据了另外一个席位。球在界内，8-5。好球，这个球尽管力量不大，但是它的线路落点都是比较
出乎林丹的意料之外，头顶点杀斜线。刚才我们看到丹麦的一对双打的老将帕斯克和拉斯姆森正在场边做着热身，在这场男子单打的比赛之后将要进行今天的半决赛，另外一场就是男双半决赛，由帕斯克拉斯姆森迎战印度尼西亚选手卢卢克和阿尔文。今天已经结束的其他的还有几场比赛，中国队的混双谢钟博和张亚文是经过苦战，结果1-2输给了最近两周比赛状态正佳的韩国选手李龙大和李孝珍，无缘决赛。双方平抽挡，盖德先采取变化挡网，两个人在拉开，这球也是有一些侧风，盖德回球再度出界，哇，又是一个滚网球，放网的质量还是非常高。7-9，界外，这球盖德突然发一个后场，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正手劈掉，结果是界外了。林丹还是保持着2-3分的领先。哎呀，这球盖德的下手太狠，结果是扑在了网带上。11-7，盖德领林丹领先，到了第二局的技术暂停。这球在对方挡过来之后，林丹呢是本来准备做一个假动作，结果盖德没有动，他的假动作没有奏效。这场比赛的胜者将进入决赛，迎战另外一场比赛的胜者，也就是韩国队的李炫一，是在稍早的一场男单半决赛里边2-0战胜了丹麦另外一位老将乔纳森。李炫一也是连续两站比赛都打进了决赛，上一周他是在马来西亚1-2输给了李宗伟，这一次又率先打进了决赛。11-7，林丹的形势还是不错。连续压对方头顶，这球林丹打的稍微保守了一点，在有机会下压的情况下，他没有下压，反而被盖德头顶点对角线，打得很突然。这个球呢，盖德打得比较被动，感觉他的球总是这个质量确实还是不太好，一直都是打在林丹的两边，可以看到林丹不需要怎么移动就能够打到他的回球，而自己呢是前后场跑动比较多，林丹把他拉得比较开。失误。
感觉两个人交手呢，盖德还是信心上显得不太够，就是他觉得自己的如果一般球，就是他的球如果质量达到80%左右的水平，他觉得根本就无法突破林丹的防线，就根本赢不了。所以他要想赢林丹呢，他就觉得自己必须大多数球都能够打到90%甚至10%的这种水平，这样他对自己的回球要求的质量就会比较高，容易出现失误。有的时候打的还是很漂亮，像这个球的接发球质量很高。其实如果在场上两个人在就是一般球大家能够打成50-50的话，在场上再有一些比较漂亮的得分就能够赢这个比赛，但是由于在大多数时间里边盖德都觉得是处于下风，所以他偶尔打两个很精彩的回球呢，并不能改变场上总的这个局势。盖德的这个突击对林丹威胁确实是有限。林丹放网没有过，正手劈杀也是下网，11-15。林丹也很有经验，这个球杀下网之后马上要求换球。盖德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在前面的8-4呢他是打得非常顽强的，鲍春来一度是在两局比赛里边分别是获得过两次赛点，一共是4次赛点的机会，但是都被盖德给顶住了，最终反败为胜。看今天的比赛顽强能不能够帮到盖德。 Service over 16-11。 这个球从场上的局面来看确实盖德很难赢，就是这场比赛他的跑动明显比林丹要多得多，而他没有能够成功的把林丹给拉开，林丹呢是往前后场直线斜线把盖德打的，就是很多球都是在应付要去追这个球。17-11。那么林丹现在形势还是非常不错，如果他赢下来的话决赛将迎战韩国的李炫一。那根据今天的这个场次安排，在这场比赛之后将是一场精彩的男子双打比赛。2003年的世锦赛冠军，今年以来状态非常好的丹麦的帕斯克拉斯姆森将出战半决赛，对阵印度尼西亚的卢卢克和阿尔文。帕斯克拉斯姆森呢在前面的一轮比赛里边战胜了从去年底到今年初状态一直都很好的去年的世锦赛冠军马奇斯亨德拉。看看这对老将在今年奥运年是不是能够把这种状态保持下去，这样他们在北京还会有机会。往前回球没有过，19-12。看球总的感觉还是林丹的战术非常成功，运用的非常成功，但是盖德呢在场上就显得打得比较燥，就整个人感觉。
你看到盖德的很多球呢，基本上都是在前半场他的落点。林丹，而且他打后场球呢，还是显得有些不到位。林丹有些球撤半步、撤一步就可以打，根本不用转身。又在正手往前失误。尽管林丹在今天往前出现了一些小球上的失误，但是不碍大局，他在整场拉开突击当中还是优势明显。林丹突击，好球！这样21-14，林丹又胜了第二局。这样在今天这场半决赛里面，中国队的林丹呢是2-0战胜了丹麦的皮特盖德，进入了决赛。两局的比分是21-12和21-14。在决赛将是明天来进行，他将迎战韩国的李炫一。李炫一是主场作战，而且李炫一这两周的状态也非常好。明天鹿死谁手，我们奥运频道将继续为大家转播韩国公开赛，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看决赛。在这场比赛之后，等一会儿将是男子双打的半决赛，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